姐妹们，看看这是啥？这个是火辣鱿鱼啊，延边风味，这鱿鱼块，延边用的那种韩式辣酱做的。开始吃没有觉得辣，是越吃越慢慢悠悠的辣，但是不会特别特别辣啊。一包是250克，半斤。这个包装的，还有一个红色包装的，随机发。特别好吃，哎不行，刚才吸嗓子里了。就这个哈，当个最近小零食啊，出去玩游玩的时候，旅行的话就带这么两包，绝了。